蔡英文呢、啊？那这个撮合撮合嘛，那这个。对啊，不知道这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对吧、啊？但如果这样的话，一开始就这样就好了，何必去这兜一圈回来就这样？那我们来这，所以叫 no comment， 实在是评论不下去了。想了五秒还没想出来，我看就算了。忧残未继啊，这成语你知道吗？忧残未继。忧残未继。啊，就是人家每天都要看人家怎么批评他，然后就这样修正自己的行为。其实那个就是怎么讲，就是那个就是派系分赃嘛，就是这样，大概就是这样，利益分配的。其实要讲，也不要说分赃了，就是利益分配。然后他们有时候，你只能说他们如果作为那个强盗了，他们分赃还分得蛮公平的，就是利益分配的蛮公平的。其实我看他就是利益分配的，只是他利益分配的还让各派系都可以吞下去，就这样，所以还蛮表示那个分的还，所以这个民进党会成功就是这样，他们还是分赃的时候还是分的蛮公平的。那不然那个林楚英说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新闻界代表是拜托，因为新闻界代表廖小俊比他更适任，他应该叫新潮流代表海派，应该新潮流加海派的。这个 multi perfect 加起来，多重因素加起来，他才出现的、啊。不然你要说谢龙介代表，那应该廖小俊怎么样比他强啊？那看看那个小党有几个党够他，只有一个的话，也许他有办法扮演关键少数。他如果是有三个党，我觉得还是，因为三个党的话，民进党以他的行政资源来讲，各个机构，他对他来讲很容易。其实我跟你讲哦，其实民进党。执政不怎么样，那个选举还是一流的，所以我倒觉得这场选举还是，你问我的话，不，到这一刻这一秒，我还是觉得很预测。坦白讲，我们还是很弱势的一方，因为我们有选过2018的经验。你看2018前两个礼拜，我完全从荧幕前消失了，很简单啊，人家都要买广告，你没买广告，都要自助性选下，你没有，这就完蛋。啊，对啊，所以哦，如果选前三个礼拜你们还有空档的话，我们会冒着生命危险被你访问。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和解不和解的，但其实人家，其实我对每个人都这样的，心里如意我还做得到了，就是这样。那、啊、也不会去深交，就是这样。哦，心里如意握握手，这个我还做得到啊。但是我老讲，我跟这些人都太遥远了。所以没有想要解开误会的对象吗？其实我们哪有误会，我们是因为认识而分开的，误解才会在一起，认识就会分开的，所以没什么好误解的。